哎，周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吧？公司新来了个市场总监，给他腾办公室。这么高层的人跟咱们待一层，还坐咱们隔壁，你觉得这事儿不太妙吗？我也纳闷。按理说这总监是副总级的呀，办公室应该在23楼，怎么弄这儿来？ 大家好，我是简瑶，是新来的业务助理。你好，我叫周琴，以后叫我小周就行了啊。哎，叶经理，你可不能叫他小周，他是高级业务经理，是你的前辈，叫他老周。他跟你的职位是一样的，你们今后有很多工作要互相配合，今后可以多交流。他叫小麦。 啦啦啦啦啦！记住了，欢迎你。你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为美女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来，请坐。好了，这一周的工作计划我已经发到你们邮箱，这里除了小姐，在座的可都是资深员工，就不用我多说了。简瑶。你面试的成绩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好的。 这位就是薄静言总监，我们很荣幸今后会在他的带领之下，将市场二部的工作开展得更加出色。根据董事长的意思，薄总来我们部门主要是掌握大的经营方向和策略，不会过问日常常规工作，所以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直接向我汇报，我再向薄总汇报。薄总，您跟大家说两句吧。 让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吧，我是短期到这任职的，你们不需要跟我套近乎，我也没精力应付你们。我做事情呢，有自己的习惯，你们只需要配合我的需求就行了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我走的时候会给你们绩效评估 A。 啊，薄总。 您的秘书还没有招聘到位，简瑶是新调来的业务助理，这段时间她先担任您的秘书。随便吧。今后你归薄总直接领导，其他的事情暂时不用你负责。好的。 跟我进来。